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en，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拉筋。每一次我做完运动之后，都会预留5分钟的时间去做这套简单的拉筋动作。拉筋不单止可以帮我们舒缓运动后的肌肉酸痛，还可以帮我们拉松肌肉，改善身体线条。无论是起身之后、睡觉之前，定是做完运动之后，都适合去做。好了，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放下所有的东西，好好去享受这个拉筋的时间吧。